那么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哈，就是老师，如果待会呢，您在我们研习的过程里面，您觉得有任何问题，除了阿内以外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不好意思打断我的，我有准备这个即时的互动白板，您在上面留言也可以。所以呢，您打开之后会长得像这个样子，好，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哦。那您进来之后呢，这个我把它变大一点。来吧，变大一点好，OK，好，那您进来之后呢，您最简单的，这个老师如果进来就是大家都看得到，但是您放心，都是匿名的啦，都是匿名的哈。待会您在上面，在这边就会看到，我先把画面还给老师，您先进到这里，好吧？好，那这个短子也蛮好记的，您可以直接点超链接，也可以用这样，今天日期 dash 001，好，这个您先试一下。等一下呢，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什么叫做进来，大家都看得到。现在老师都已经登录了之后，您有看到是不是右上角那边都有很多人？那最简单的方法，老师您画面我就借用一下了哈，来来来，借我一下。好，刚刚老师一进来就体验过了，你看划过来，总共10位老师有没有进来的？是不是都匿名的？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我怎么知道这是谁写的？这个是水濑写的，有没有划过去就有一个名字？这变色龙写的，了解啊？好，那我用最简单就是文字方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老师您讲觉得我用打字比较慢，用画的有没有涂鸦的？也可以哦，您就用画的，有的人画的比较漂亮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除了这个，如果您是比较属于操作的问题。或者是您在网络上找图片，你也可以把你的图片抓下来，或者怎么样，把那一张图片复制，复制好了之后，你也可以拿过来贴上去哦。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你要放在哪边都可以，好，放在哪边都可以。那今天呢，不管你是针对文字，还是图片，还是这些绘图，你如果有相同的问题，各位老师现在都有加 LINE 报名嘛，哦，加一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您看上面这里，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一个叫做这个新增注解？你把它按一下，这样有注意到右手边是不是多一个东西出来了？加一，如果你有相同的，啊，如果你有不同意见，就点在这边，减一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每个人都可以。那好了，就按解决，就表示这个讨论已经结束了。你看我把案解决，这样你们就结束了，它就收起来了，好，就收起来。所以这个其实还蛮方便的。那么刚刚老师呢，有人已经有打了，又删掉，对不对？我跟老师讲，凡走过就必留下痕迹，所以以后老师都不用查白板，有没有查看版本记录？我们把它点一下，刚刚老师有做的事情，再往下走一点，哦。哦，所以有的没有记录到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刚刚有几个有在里面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 Google 绘图，它其实虽然它没有太多的复杂功能，但是我们在做这种互相讨论，不管是现场或远距，是不是很方便，都是即时的。好，所以老师如果有需要的话，等一下呢，您可以在上面留言，这样 OK。好，那我把画面还给老师，您可以再试一下。